他们让我们吃10个不同口味的爆浆团子。嗯，抹茶有些微苦，奶油很柔滑。它这个皮很有嚼劲，要好好嚼一嚼。嗯，一口下去太满足了。哎呀，怎么好香啊！很喜欢麻薯的嚼劲感。嗯，这个阿瓦甜的真的最流行了。下去快乐倍增。最爱的口味，嗯，口味很好吃，而且不会很甜，都是用的健康代糖，给你口味的。吃到这里，俺还是没觉得腻，真的很耐撕。这是香肠的，这是奥料。这个是我心里排名第二的口味。这口味好好吃，我吃到现在第9个才开始感觉到有点甜，这个团子真的太耐吃了。冰淇淋一样，那么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。